镜头转回国内，立法院司法委员会日前初审是通过国民党团跟民众党团提出的国会改革版本，民进党团反击今天排审党团的修法版本，蓝委认为可并案协商，但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就质疑蓝白联手盖牌会在朝野协商否决民进党团的版本，要赶在520前通过，目的就是要准总统赖清德赴立法院国情报告，并且是即问即答。至于蓝白阵营的版本，增订藐视国会罪，法务部也担忧会造成寒蝉效应，呼吁要通盘考量。有关国会改革的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修法，15号在国民党团、民众党团握有优势下，强势初审通过蓝白版本，全数条文保留，直接送交朝野协商。民进党团改革版本18号也在司法委员会排审，也包括蓝委吕玉玲、郑天才、翁小玲等人的提案。国民党林思明提出并案协商，民进党吴思瑶喊话：没有任何法案该被丢包。今天的议程呢、我是认为说在程序上没有什么正面的效益，法案已经向前推了，我们还新增了两个章节名，所以连章节整个职权行使法的章节的排序，这个法律秩序又大不相同。林思明认为一事不二议，吴思瑶表示国民党版本只有14项条文，民进党版本有多达24项，坚持逐条讨论。而蓝绿白三党的国会改革法案各有差异，蓝白提出立院听证权、调查权，绿营则就特定议案行使调查权。此外，蓝白要求总统国情报告并即问即答，绿营反对，柯建铭更直言蓝白联手盖牌，目的就是为了赶在520前通过。杨伯很清楚啊，在520以前要通过嘛，要找赖清德来任总统来做国情报告，要即问即答嘛，还要书面报告，这可得吗？这违宪的嘛。至于国民党团版本有藐视国会罪，官员有隐匿或虚伪陈述，最重可判刑1年，反质询可处6月以下有期徒刑，但法务部担忧恐引发寒蝉效应。如果因为动辄会受到刑事责任的话呢，是不是造成寒蝉效应？那所说的处罚，是不是请委员再做思考？说谎官员要罚啊，这是2016年民进党版本里面的。可是我不懂为什么2024年版本特别把虚伪陈述拿掉。对我们现行上并没有对这一方面有做规范的。针对正副立法院长投票，蓝白都支持记名投票。民进党团则是提案强化国会资通安全，民定立法院副秘书长为资通安全长，另外也提出完备党团协商规范。记者黄子杰、张子佳台北报道。